装八成满的水，然后滴入两滴洗洁精。摇均后放置备用。抖一抖，去去灰尘。将仪表喷洒上润滑液，然后用清洁布清洁干净，确保没有灰尘。撕下仪表膜的时候，一边喷润滑液一边撕，防止粘连。将需要粘贴的仪表盘也喷上润滑液，粘贴的时候因为有润滑液可以随意移动位置，建议打开手机电筒将位置调整均匀。调整好位置之后，需要在表层再次喷上润滑液，这样使用小刮板操作的时候更方便。用配送的小刮板将膜里的水轻轻刮出，然后用清洁布擦干净水分，再次检查确保没有气泡。如果你感觉没贴好，可以将膜撕下来重贴，再次喷润滑液重复操作即可。潮客帮祝您购物愉快。